好，安排你了。你三十多岁，没事，坐着坐着。啊，这里，看小鱼了。还是谈谈点泡妞戏的吧。阿拉坐椅了，西班牙椅了。好，哥，来吧。你们那个第二个小鱼都是啥？日语吗？哎，我学日语，日语、日语、法语。日语是德林卡。这可能是个论坛。